你在录音吗 ？Yes。要喝奶盖了。你要用到，你要用到。好白墙圣诞公公哦。你的笔记是写此书无 idea。有一些没有读，然后就写 central purpose 这样。不是，可是它怎么咸咸的？它是胡椒啊！就给他听哎，然后我问题是，他就说我先变邻居，然后邻居是谁啊？干嘛啊？不是邻居，他录你讲话的声音啊。自我介绍一下。马大天龙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说你好。要消音啊！但是现在又像野口了，怎么办？变好白哦。那光线问题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擦哎。光线。我只有擦防晒。天生丽质。要，真的要。哎，这录影哦。哎，你这个白痴。是我。你暗恋我也就这样。那就这样录下去。白痴。啊，瑞士啊！瑞士要拍头，要拍瑞士在旁边杰克葛伦坡，他们结婚的葛伦坡，他是葛伦坡，然后每次都觉得很难念，葛伦坡，是啊，我配成杰克，是哦，因为我们还是很再靠近一点，看我失神。